1999年9月21日，台湾发生了瑞士规模7.3级的大地震，其中又以中部山区最为严重。位于南投的普里基督教医院，虽然院舍毁损严重，在当时的院长黄卫带领下，仍然担负起灾区紧急医疗照护的工作。现在这边比较好，对不对？那你是觉得怎么样？还没有完全好吗？温和谦逊的黄卫，大半生都在医院和病人为伍。然而，儿时的他却因为战乱，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甚至和母亲分隔两地。他却凭着坚定的信念，让一切看似难熬的困境有了很大的转机。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金玉。在1999年9月21日，相信大家都还记得，当时发生了可以说是撼动台湾的921大地震。当时在南投山区有非常多的医疗人员进驻救灾，而今天来到真情部落格的这位来宾，就是当时普里基督教院长。这个黄卫黄院长，我们要来听听他的故事。院长你好。主持人好。您在当时是第一时间就目睹了整个地震的情形，对不对？是，像当天晚上我跟一批同事是在台北办一个为医院的建筑物的一个募款的音乐会。那当天晚上要回去的时候，就是当我们坐车子回去，车子刚刚回到医院的车子停下来的一刹那，刚好就是地震发生的那一刹那，所以当车子一停下来的时候，车子是上下这样跳动的。那接下来就发现说，在这个车子前面有一个很大的树，这个树左右晃动，晃动以后裂开两半，压下来，压到旁边两部车子，我们的车子在中间这样子，好惊险哦！对，那时候才知道是发生了地震。所以那时候医院有被破坏到吗？像从医院本身硬体来讲，就是说有一些像天花板啊、水管，很多东西都坏掉，像震动蛮厉害的，墙壁大概很多也有裂啊等等，但是整个硬体的结构看起来也是还好。哇，那个病患要撤离怎么办啊？马上我们事实上在病房里面有很多这个护理人员在那边在值班呢，他们就是帮忙，就是说将病人撤离下来。那事实上当时有一些能够走动的病人，他自己大概马上有机会就赶快往外面跑。那些比较就是不能走的，有些就用担架抬，但事实上担架不多，事实上就有一些就用被单，就是两三个人抬着一个病人下来。那有些人是用椅子，就是将病人坐在椅子上面，两三个扶着他就往下走这样子。所以当时的撤离是这样子。所以病患撤离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受伤的一些人要往医院涌进去嘛，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你是怎么在面对这个情况？那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说可能一个两个人慢慢的送过来，那接下来过了10几20分钟以后，我就发现说越送越多，就是那病患。那所以那个就是说在接下来差不多3个小时左右的那个阶段里边，有几百个这样子的一个，几百个对。那基本上来讲，就是说我们的医生护理人员，他们有病人送过来需要急救的，他们马上就成为一个小组，就开始做急救。所以当时在医院的前面那个小花圃那里，大概有10几20个小组，小组就是说当然病人一进来就分开，就进下去做急救。而且那个时候的心情，那个焦急是你们在跟死神拔河，因为很多人在那个生死交关的那一瞬间要抢救嘛，所以压力应该很大。我想在所有的这个民众大概都很难接受，就说因为刚刚前面可能大家还在一起吃饭，还在看电视，那现在突然之间好像一下子这个人就离开了，所以到医院来的时候，他请我们医护人员帮他做急救的时候，有时候身上已经没有呼吸了，但是身体上还是温温的。那所以很多家属都没办法接受，说介绍就放弃。但对我们来讲，当时已经没办法，要太多的病患在后面需要去急救，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只能够挑最需要的这样子来帮他们的忙。其实通讯都断掉了啊，你跟家人怎么联络？那不担心的不得了吗？事实上是那时候我们刚开始也发现说，这个
病患来很多的时候，我们才应知道不是我们观光医院的医护人员能够去面对跟应付的，所以我们很希望能够向外面求救，所以那时候才想起要打电话。所以要打电话的发现说，我想打电话给家里的人，台中也好，台北也好，我的孩子在台北嘛，就发现打电话的时候都不通。所以后来我们为了要向外面求救，那我们就有请我们中间一个员工，就特别是透过那个平时那个叫做香肠族的，在山上用的那一种那个无线电向外面求救。所以后来大概多久之后才发现有直升机啊什么运一些物资进来，或是带一些伤患走？当天早上大概快8点的时候，那是连战副总统，他就关心，就说第一个他直升机到了，然后就来关心我们。那时候他就将5-6个最严重的病患第一批就送出去，那接下去就联络了海鸥部队的一些直升机，所以当天我们在转送了很多病患出去，大概70个左右的病患是用直升机送到台中这边，那很多医院就来帮忙将这些病患借去开刀啊，借去帮忙。那个时候普遍在灾区里面就会开始之后有那个灾后的一些创伤症候群什么的，对不对？其实我相信在第一线的你们面对最多的生离死别的，应该也会碰到这样的状况。事实上在医院里边，我们第一个我们是医院里边有院务部的同工，他对我们全部的同这些医院里边这些同事我们都有些小组的聚会，可能叫做透过聚会也会帮助安慰我们。那在那段时间事实上我们也有请了这个当时的精神科的医生，就是说成功大学的精神科医师，还有台中的正和医院的精神科医师，他们就进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了解到事实上每个人心里都会有惊吓惊怕的，这个没有什么觉得羞耻的地方了哈。所以就慢慢他帮助我们，我们就从里边很多就慢慢走出来。但我们真正在做三地巡回医疗，我们只能顾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是主要在我在的这几年里边主要是在做的那一项。拥有深厚信仰基础的黄卫总是思索着如何将医疗和传福音结合，这也是他会去普里基督教医院的原因。然而除了构思921的灾后重建，还有更大的挑战等着他去面对。其实一个医院最重要就是医师嘛，那很少医师会来这么乡下的地方，而且不是不愿意来，是因为没有设备，没有设备有些医师他来没有办法发挥，那要买设备又要钱，那这个医院又很缺钱，所以没有钱买设备啊，就不容易有些医师来，所以他要说要提升这边的医疗品质，就会有很大的挑战。他亲自写信给每一个国防医学院的同学，向他们募款，就是基督徒哈，向他们募款，请他们支持普里基督教医院。即使你是还蛮资深的一些医生呢，可能都要去投入，就是职业班的工作这样。那其实对于，尤其是像我父亲，他其实之前在台中荣总，那他其实在比较资深，然后已经分到一些专科的时候，其实要在他，再叫他回去去急诊室啊，去处理一些就是急症的状况，对他们来说其实是真的是蛮大的压力。所以在经过了921大地震之后呢，其实院长要面对很大的一个工程，就是整个医院要重建起来，对不对？你一共待了9年嘛，不过之前你不在普里基督教医院之前是在哪里？在总共在台北荣总跟台中荣总加起来有17年多的时间，快18年的时间在公家医院，做得好好的。怎么会跑到普里去，然后面对到这么场大地震？是因为像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不管是在过去在台北荣总、在台中荣总，或者在学校的时候，像我们都是有机会就学习在病房传福音。那在台中荣总到我快要离开前，
我是在国外去进修，到美国的哈佛大学进修了那个分子生物学，那在当时来讲算是蛮先进的一些研究。是回医院以后好几年的时间就不断在做研究，但是就研究基因跟疾病的一些关系。但等我做了几年以后，就发现说我每年在问一个问题，说这个基因跟这疾病有没有关系，但是后来发现说好像一年过去以后，我得到答案就是说这个疾病跟这基因没有关系。所以当时就有一点在上帝的面前有一个，就是有一个祷告说，如果上帝希望我能够转换这个跑道，因为早期有人来邀请我们去基督教医院服事，但是那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还没有训练好，当然有很多原因我们就没有去。这一次我自己就跟上帝做了这样祷告以后，普里基督医院的一个副院长陈亮副院长，他说黄哥，我希望说邀请你到普里基督教医院里边来一起来服事。那我当时就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这样子的祷告，第二天就有这样子一个复兴过来，所以对我来讲我就蛮慎重的去考量这个事情，那就是我后来为什么到普里的原因。但是你刚刚到普里基督教医院的时候，你知道其实你要碰到很多的挑战吗？那最大的难处就是在人才的缺乏这方面，像在普里比较在偏远的地方，以当时来讲可能很多医护人员都不太愿意去，所以医生很缺乏，另外护理人员也很缺乏。我觉得每一年在过完年，我们就说发年终奖金发完以后，我们本来有三个病房，就要关掉一个病房，要一批护理人员才会离开，让他们去公家医院啊，去进修啊等等。对，所以有很大的一部分工作其实是在去找人才，找人的这方面。对，有时候跑到南部，跑到北部，那跑到北部花七八个小时，他们给我十分钟十五分钟的时间跟他们讲话，这样子。您在担任院长的期间也是经过那个普里基督教医院的四十周年，对不对？对对。所以在那个周年中，你也才听到很多原住民的一些心声。他们有一个有几句话讲得蛮听起来蛮心酸的，那几句话讲说，他们是小病是用忍，那大病用等，那疾病用滚的。意思是说，小病的时候，他们不太可能去看，因为没有交通，没有医疗的资源。但是，大病的时候，即使要想去看，要等到有没有交通工具，有没有人带他们去。那有时候等不及的时候，比如说痛风痛得很厉害，痛得很厉害的时候，他们在地上打滚。所以，当我们听到这样子一些消息的时候，我们心里真的蛮难过的。所以那时候我们要决定说好，我们要去帮他们的忙。那听说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请媒体去进行采访嘛，很多记者他们不是住在部落哦，他们还可以去住在饭店，但是连一天都受不了。第一次是那叶建昌叶处长带了十几位这个台北的各报的报纸的这个记者进去嘛，所以是要去关心这个上帝医疗的这些工作。那当他们去了就发现说难处就蛮高，因为他们真的坐一天的这个车子就发现颠簸，他们有点受不了。那他们发现说我们一个礼拜要去四天，去两个地方这样去，那对他们来讲觉得说这样子的一个服侍是蛮需要付出的。所以事实上他那时候有给我们很多的正面的一些评语跟在报纸上来关心我们的，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后来有蛮多的外面的一些机构啦，很多东西也对我们有关心。所以陆陆续续这样坐下来，院长为普里基督教医院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在九二一大地震之后呢，其实也做了很好的重建的工作。后来为什么会离开，又到屏东基督教医院去？因为我们原则上我们医院里边有规定的，就是院长他就是说做三届了，最多三届。那三届是九年的时间。然后那我就说，事实上换新的院长应该会有新的想法、新的做法，对于一个医院来讲会是一个正面的、好的这样子。不过对您来讲倒是在基督教医院服事是非常非常久的时间了。您经历到最大的，对你来说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第一个我就是说，如果自己跟神的关系对，包括自己的价值观对，那就会带给整个医院的这个价值观也会对。所以当我们刚讲说，后来有很多医护人员能够加进来，都是认同说我们要去做我们该做的一件事情。那对我来讲，就是说这是信仰对我的影响是蛮大的。事实上人除了在生命在这个世界上以外，像他的叫做人是有灵魂的，所以如果你只医治他的身体，没有去关心他的灵魂的话，那最后这个人如果身体得到医治，那过了几年就离开了，那我觉得蛮可惜的。所以我就很希望说，在医疗的过程里边，能够将福音，将这个信仰能够介绍给病人，这样子的话，他不单只得到身体的治疗，也能够得到灵魂的这个拯救。那见到神学院可能很多资源，或者刚才创校的时候是美国的一些宣教师的创校的，所以当时他在那边念书，就有一个罪名叫做美国间谍。那另外他愿意去回去的时候，可能有教会的朋友就托他带，应该是一两百块钱的港币，去给这个广州那边的一些朋友这样子，他变成得到另外一个罪名，就是扰乱金融。你到彰化去看病嘛，是不是？除了医疗的工作外，黄卫将大部分的时间奉献在教会的服事上。这种笃定敬虔的态度，其实和他的信仰有着极大的关联。其实我不太容易感觉到他非常软弱，因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他碰到任何的事情他就祷告。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个祷告会，就是特别是晚上我们在国防医学院有一个晚点名，完了以后我们差不多都有半个小时在楼顶上的一个祷告会啊，那他就是相当我们的大哥了啊，所以我们很多事情都带到祷告的里面，大小事情都在祷告中来解决。他每一天很早就到办公室去，常常是到很晚九点十点才有离开办公室的人。所以当医院现在这么大的困境里面的时候，他仍然持守他的信仰，把这样的困难交给上帝。所以虽然那时候的工作量真的非常的大，包括医院前面的问题，包括现阶段的问题，可是他仍然持守的就是上帝会帮助他带领这个医院一起走过这个困难。他认为上帝就是他的天父，他一直认为说我们就是上帝的儿女，那我们的身份就跟王子是一样的。他就常有时候就跟我讲这样的话，所以我就懂得他为什么好像也没有很多的存的钱，但是到该用钱的时候，他就可以很自然地把它全部都拿出来。我很喜欢那个中国人说讲一句话，君子爱人以德。那我觉得我如果真的做一个妻子爱护他的话，爱他的话，就应该成就上帝在他身上的心意。黄卫院长呢，他是从香港到台湾来宣教以及行医，跟他互动的人会觉得，哇，他好温和哦，而且从他身上可以感受到一种浓浓的温暖跟关怀哦。其实，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很特别喽。像你这样的一个人啊，除了神的呼召之外，身为一个医师，你是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背景，会培养出你这样的一个可以去舍己奉献的精神？事实上我是在广东一个乡下出生的，是个农村的乡下出生的啊。那事实上我的父系这边是一般的这个信仰背景，是道教的信仰背景，但是我的母系这边是我妈妈跟外祖父外祖母，他们是信耶稣的，所以事实上小的时候我有一点点接触到信仰。但真的对自己比较有帮助的时候，像是我后来就是跟着我妈妈到了香港以后，那我想最早期有一段时间我们住在教会里边，那教会里边我当然会跟着一般小朋友一样上主日学啊什么等等哈，那我想这边对我有些影响。但是影响更大的像是因为后来我母亲去念神学院，所以我就变成我
住到一个叫做基督教儿童新村的一个一个孤儿院里边了，因为那边是一个小家一个小家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一个就是一个保姆带着十二三个孩子，几个孩子这样子，当作一个小家庭。那当时有一个小家长，像是我的同学的这个同班同学的一个母亲，那就是说他有一段时间叫做在帮助我们几个同班的同学跟我们一起读经啊祷告啊这样子，就是说对信仰来讲，就是说在那个阶段里面就是变成很真实，就是过去可能只是听一听就过去，对，但那个时候是真正面对自己的信仰。不过这样回到整个时代的大背景来谈的话，可能跟人朋友会更加的了解当时的那个情况，因为是国共战争的时候嘛，对不对？对，应该就是我在实际上我的来说，在国共战争的时候，出生在那个阶段，在那个阶段里面，所以后来爸爸是，所以我父亲是军人，那我的祖父是文人啊，在乡下地方哈，所以事实上他们两位都是共产党来以后，他们就是一定要这个斗争的对象，对对对，对对，所以他们是被，对对，那时候是被共产党啊，但是被枪毙的，哦，对。那你们家人怎么过？所以后来事实上有一段时间我在乡下是跟一个阿姨住在一起，我母亲就先离开了，她离开去就是带着我妹妹到广州呢，就要到香港。哇，这样子的一个时代悲剧下的女性，她一定是非常辛苦的。是，她上到香港以后，当时还有在教会里边，就是在一个教会的小学里边当这个就是那个职员，就是当这个就帮忙文书啊等等样子工作。所以你是后来到？后来才从广州到香港，哦，才跟妈妈在一起，然后到了香港以后，我母亲后来要去念神学院，那要我父亲跟他讲很早去世了嘛，所以就变成要我自己就当时就进入这个儿童新村这样子一个机构里边，在那边就有学校啊，有很多的学习。刚被放去儿童新村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难过？虽然知道妈妈不是遗弃你，可是那种分离的感觉还是会让你很孤单吗？我想刚开始会一定会有一点的，像我刚开始最早去的时候是儿童新村前面，它还有一个叫荣誉所，那边一批小朋友100多个放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在学怎么种菜啊什么等等，那就还好了，小朋友那时候16岁好像也蛮快蛮适应的，大概就跟大家在一起，所以倒是没有觉得说好像有很难过很悲伤的这样子一个时间。住得好吃得好吗？我觉得还可以嘞，就是基本上来讲，比如说儿童新村来讲，像它的环境我觉得都蛮好的，就是那个硬体来讲，就一个小家庭，然后有四个房间嘛，所以每个房间住4个人，我觉得都还不错，都很好。那后来你说在那个小家里面，就是几个孩子跟着一个所谓的保姆嘛，对不对？那你是正好碰到一个基督徒。大部分我相信很多保姆都是基督徒，但是我刚刚讲的是一位很特殊的，像是我同学的母亲，她是在另外一个小家里边，她不是在我那个小家里边。可是她会来照顾你们。对，我们是跑去找她，就是有一批人，就说刚开始的时候是几位，刚开始我就在我们同班有2位同学跟她在一起，那我是偶然去看我的同学不在，然后到她请我跟他们这2位同学在一起，那最后是让我们这一批2、3个人后来成为50、60个的。这样子一个大的一个 team， 就是说变成有个特殊的一个聚会在那里。对对对，那在这里边，事实上我觉得那段时间的信仰对我来讲一生都很重要。一个是，他给我知道一个说上帝跟我同在，所以事实上在一生里面，后来面对很多的难处，我都叫做都能够去克服去面对。那另外一个是也是给我一个看见，就是说像我自己跟一般的人一样，就说本来我觉得说我好像行为
各方面都蛮不错，很好，是一个好人啊。但事实上也让我知道说我也是一个罪人啊，那也让我在将来处理很多事情里面也会比较谦虚一点去面对很多的事情啊。那再来是给我一个，我就说是在信仰里面，我觉得我一生很清楚知道，我不是为不单只为自己来活，我是要为上帝的国度来活的这样一个人。所以以后的一生里面变成很多事情的考量，会将这些跟上帝有关的事情会摆在前面。常年住在儿童新村的黄卫念兹在兹的就是能够和母亲团聚，然而隔着海峡不但困难重重，成功几率也渺茫。就在家庭事业都稳定后，他毅然做下救出母亲的重大决定。他特别请一段时间的假啊，就是为了他的母亲呢 不辞的写信给这个中共，对吧？希望他能够为他母亲做平凡的工作。我们非常佩服他那个等候的过程，而且他并没有因为信仰上帝好像没有立即解决问题而有点灰心失望，他还是对上帝充满了信心啊，只是他觉得可能上帝是不是会有其他的方式哈。所以但是在这个点上，我觉得他的信心啊是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榜样。我觉得他蛮处变不惊的，他跟我的个性不太一样，或许他比较深藏或者经历的事情多了，他不太会很情绪的表达出来。但是当他一知道可以做这件事情让他妈妈出来的时候，他就马上就说他要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也让我一听到他这样讲，他说那我要需要回去香港可能一年多可能两年，那就问我说我觉得怎么样。那我觉得说这是你一直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也是同意他这样去。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小的女儿才只有6个月。这样在大时代的悲剧跟变动之下，我们看到黄院长他因着信仰的缘故，所以呢他有一个很正面的态度，他有很清楚的价值观，他很知道自己生来是有价值的，也知道自己可以为这个社会奉献很多。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不如我们一般想象中，他是来自一个很完整健全啊，这个甜蜜幸福充满爱与关怀的家庭，但是靠着信仰也让你对这个社会充满着爱与关怀以及温暖。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母爱是没有少了，因为你知道妈妈的爱 是一直都在的，是，可是相处的时间并不多，对不 对？没错。所以其实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直跟妈妈是有保持联络的吗？后来有，就是在1960年的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那个时间，他回广州去探亲，因为那一年跟我外祖父去世，所以他去的时间比较多，就是去了2-3次这样子啊。那去了之后，就是有一次当他去了以后，他事实上就失去自由，就是对我们来讲，我们是发现他去了之后来就失踪了。那快过一年，我们才知道说，像他被抓了哈。那当时被抓的原因，像是因为当时他在香港的剑道神学院里边念书，那剑道神学院可能很多资源。或者刚才创校的时候是美国的一些宣教师的创校的，所以当时他在那边念书，就有一个罪名叫做美国间谍。那另外他因为去回去的时候，可能有教会的朋友就托他带100-200块钱的这个人民币，去给这个应该是100-200块钱的港币，去给这个。广州那边的一些朋友这样子，他变成得到另外一个罪名，就是扰乱金融。那这两个都是很大的罪名，所以像他就被判了10年劳改。所以这10年劳改里边，我们是完全都没有联系的。那个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我想刚开始就说知道说妈妈失踪的那样消息的时候，实际上是我应该是国中1年级的这样子的一个年龄。那我还记得那时候是一个期中考的一个时间了，但是我只要知道这样消息以后，那时候我对自己来讲，我的信仰已经是，我就说我可以将任何事情交给上帝，所以当时我就自己借着这样信以后，就到上帝面前去祷告。
祷告者我就心里很平安，所以当时我还是可以去面对这个考试，而且考试的成绩还是照样跟平时一样还不错这样子。我觉得信仰对我是蛮大的一个力量，能够帮助我去面对这些难处。所以后来你到来台湾之前有见到妈妈吗？到台湾来以前都没有见过，因为事实上到我母亲回来的时候是已经过了23年。就为什么这么久啊？因为她10年劳改，后来出来以后还到要到乡下里边去过农村的生活了，所以我们基本那个时间我们都没有办法联络了。那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很期待他可以回来，但是在23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已经到台湾这边念书，我就已经念完书，已经在台北农总工作啊，刚刚升了主治医师哈。那在那时候就中国大陆那边有一个，就是在他们的政治方面有一点改变，就是说比较开放哈，所以那时候就说有一些过去被判刑的等等，觉得是不对的，都可以去申请平反。那时候香港有一个机会，就是说他开放给中国大陆下来的医生，还有台湾的医生回去考这个香港里边的执照哈。那考到以后，先要在香港里边算是见习1年的时间。因为我坦白讲，我那时候我在台湾我已经结婚了，孩子也生了。我自己也当上主治医师，所以就是从某个角度来讲，我大概不会去香港当医生。所以我回去的唯一的理由就是我要将妈妈申请能够回香港。那你去香港实习，你会必须要放弃掉在台北的当主治医师的位置吗？对对对，那时候大概没有考量那么多了，就想着妈妈就是了。对对对，家人也都支持哦。是啊，太太支持哦。太太很支持我就是了。哇，好太太耶。是是是。所以到了香港之后，你就很努力的在做为母亲平反的事情，你一直写信哦。对，那我就写，就说每个月写一封信，一封给广州的法院，也是他们判的刑，一封就副本就寄到北京的那一种，就是跟我们台湾有关系的这些机构里边了哈。那事实上我不断这样做，那当时的原因，每个这样做的原因，我也知道说前面效果一定不大，他会不理我。但是当时我自己在读圣经的时候，在路加福音里边有一个故事，那故事是说有个布衣的官，平时根本不理别人的事情，但是有一个寡妇，就是他有些事情天天就去烦这个法官，那这个布衣的官后来就说被这个寡妇烦得受不了，他说好，我替你处理掉就好了。所以我当时去的，我的心情这样子，我说你不理我没有关系，我就不断地烦你，烦到你理我为止。烦了大概几个月以后，他就跟我们广州的家人讲说，叫你香港的那个人不要再写信了这样子。那但是过了2-3个月，我就停了2-3个月，他好像还是没有给我答案，好像那个。所以我就继续再写，但是快要实习快要结束的时候，好像这个答案还没有来。结束之后你就必须回台湾了吗？对对对，结束我就必须回台湾，所以当时实际上是蛮挣扎的。那刚刚我太太很忙，她要忘记替我去办这个签证，就是那时候要出入境的签证，所以当她签证办出来以后，我要回台湾的时间是在3月11号。但就在3月10号的下午，我接到我香港妹妹的电话，她告诉我说我的母亲已经得到平反了，就是法院告诉我们家人说她罪已经得到平反，所以她随时都要回香港。这对我来讲，就你花1年半的时间能够在最后的那一个真的是最后一刻来告诉你，我觉得对我来讲蛮重要的。特别是我自己感觉说，她虽然吃了蛮大的苦，但一方面对他自己来讲是一个吃苦，但是对我们整个家族来讲，我觉得说好像是蛮大的一个福气。因为他吃苦，后来回去住在我舅舅阿姨他们中间，像做的事情就是将他们都一起带回教会里面去，所以导师就要说他吃了苦，最后带出来的是整个家族重新回到信仰里面去这样子。我觉得有一次，如果大家在报纸上
记得有一个小女孩在要选总统的旁边被她的警卫摔了一跤，那个就是我的女儿。他们去，特别是他们最早去关心是乐善疗养院，去跟一些这些青年的朋友一起去关心这个事情了。那对我们来讲，当然我们很希望说你赶快毕业，然后好好做一件事情，然后再去关心也可以。但是当他选择这样道路，我们只能够选择支持的。像他们本来想过完年他们出去走一走，想到香港去看看，也看看阿妈。和妻子何世竹谈论着儿女的事，黄卫表露出难得的轻松一面。因为工作关系总是和家人聚少离多，幸好有另一半和儿女的体谅和包容，现在他们的生活更能够沉浸在爱里。上帝在这个当中放下一个完全委身给上帝的一个先生，可是有一个完全支持先生去做奉献、做医疗工作的太太。相对的，这些孩子们也都看见爸爸妈妈所做的，相信信仰跟父母所做的也烙印在孩子们的心里。有一次他的学校里面就写，叫他们写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就是父亲与我。结果他那篇文章写了以后，还被那个辅导室拿去印发给全校的同学，说这么忙的爸爸可以跟女儿建立这么好的关系。那我觉得女儿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知道爸爸虽然没有那么多时间，是非常的爱他们，非常的体贴他们的。当学生的时候，有一次就是自己生的一个算蛮严重的病，其实算是一个病毒性的心肌炎。那时候好像他正要讲到，然后就讲不下去，然后就立刻从那边赶回来到台中来看我这样。那其实我印象中还蛮深刻的，就是说其实他虽然说平常对自己的是一个很就是很冷静，然后一个很自制的人，可是其实他对孩子的关心是还是很明显、很清楚、很在意的。在台湾医护人员其实是非常的辛苦的，不管是例行的值班啊，或者是像碰到九二一大地震这么大灾难的时候，他们都必须要在第一线出现。那么当院长就更是相当的辛苦，因为责任就特别的重大，所以跟家人的相处时间可能相对就会比较短一些，对不对？所以太太对你的工作，对你这样的无怨无悔的付出，有抱怨过吗？没有，没有。我想太太对我来讲，就是支持度蛮高的。像早期，比如说在我们在台中荣总的时候，那小孩子刚刚都比较小的时间，那都需要大家一起关心跟照顾。那时候因为自己在医院工作也好，当时我自己在教会里边的一些服事投入也比较多。所以我是跟他商量说，我在教会里面投入比较多一点，那照顾孩子的事情就请你多照顾。所以基本上来讲，他就说在家里边就说照顾孩子，关心，就说小的时候讲故事给他们听啦，跟他们等等，就说很多陪伴的事情就是他在做，跟他在做教导。我觉得他给我很多的支持，就是如果没有他支持，我们坦白讲很多事情我们做不到的。我相信他也是因为也很爱慕你的精神，就是说他知道你在做什么，所以他也愿意这样子为你付出。只是对一般家庭来讲，十五年都没有办法天天回家跟小孩子的感情怎么办呢？我觉得还好。我因为事实上我们在有机会，像小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常常带他们出去到处走，比如说礼拜六、礼拜天，除了有在教会以外，我们下午有时间，我们就会出去到处去玩啊。那再来，比如寒暑假，然后到大部分暑假了，我们在教会带着他们出去出国啦，到处去走一走。所以小孩子从很小也到过很多地方，比如说我在美国进修的时候，我太太有叫做用一个月的时间带着小朋友
那时候他们还在上学，就请假不上学，然后就一起去美国玩了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实际上他们也去过很多的地方，叫做像大峡谷啦、赌城啦，很多地方从小就去过了哈。那所以我觉得我们跟小朋友的关系还算好。你们这对父母亲就很愿意朝让他们朝着自己的兴趣跟志愿去发展了。你不会觉得你是医生，太太是医生，你们很期待下一代也有医生吗？上也有这个期待了，但是我们也尊重他们的一个选择。特别是我老大，因为他在高中的时候曾经代表我们国家去参加奥林匹亚的那一种物理的竞赛，所以那时候拿到金牌嘛。拿到金牌回来以后，事实上他是可以选择什么科系都可以，所以台大医学系他可以进去的。所以那时候当我们有想说，哎，你去念医学系跟我们一样也不错啊，但是后来他还是选择了这个物理的这个方向，所以我们当时也就尊重他的选择这样子。那女儿呢？女儿从事社运你会不会担心啊？因为社运有时候站在第一线，有时候他要去抗争，去挑战一些可能他觉得是不太合理的一些规范嘛。担心，反正我觉得会担心的。就是因为当比如说他们去抗争啊，去做那时候，跟一批同学去，我记得有一次，如果大家在报纸上记得有一个小女孩在扁总统的旁边被他的警卫摔了一跤，那个就是我的女儿。他们去，特别是他们最早去关心是乐圣疗养院，那个时候都就是说有他自己停掉两年的，就是休学两年的时间，去跟一些这些青年的朋友一起去关心这个事情了哈。那对我们来讲，当然我们很希望说你赶快毕业，然后好好做一件事情，然后再去关心也可以哈。但是当他选择这样道路，我们只能够选择支持的。哇，他是真的以行动投入他自己的理念。对，他不是只是想想说说而已。对。那接下来院长你自己呢？你自己有什么样的规划吗？是让我离开普里基教院以后了哈，因为我们过去在教会里边，我们常有去关心中国大陆的很多宣教等等的一些服事。那当时发现说，事实上在中国大陆里边，很多传道人、很多这些服事的人，他们的健康都蛮可怜的，意思是说没有得到适当的医疗的这个支持。但对我们来讲，就是说有些是可以治疗的，也可以帮他们的忙。所以当时上我有一个想法说，如果可以的话，希望能够在中国大陆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医院，比较不会就说不会乱做，而且是可以让这些传道人什么等等可以得到照顾的医院啊。如果能够建立一个这样子的医院哈，可能是最理想的。院长，我们来看大家对你的祝福好不好？祝院长哈在各样的服事上面呢，力上加力，恩上加恩，相信上帝必大大使用你，在未来的岁月里面，祝福更多的人。黄卫弟兄，您一直是我最好的榜样，我们经过将近有40年的分离，然后又能够在普里一起共事。我从你的做人做事的精神和你的谦卑为怀，加上你能够爱你的属下，爱医院里每一个人，他们都从他们口中得到美好的见证，每个人提到你，他们都非常怀念，所以你的信心和你在主面前那份安静执着，是我非常美好的榜样。院长，我相信你所做的对许多人来讲就是活出基督，虽然你的尾声你常常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但是你所做的就是带给许多人，你成为别人的祝福。愿上帝也同样把这些祝福在你们的全家。感谢上帝，我有这样一位可以做榜样的父亲吧。那然后也能够祝福他在未来，就是从你主要在医院的角色的岗位上退下来之后，能够不管是在教会的服事，或者是在他的生活中，能够还是持续有上帝，就是
就是过去在他的人生中怎样带领他，未来也是这样带领他吧。虽然在我跟他的相处当中，常常因为我比较心急，我也对事情常常会做很快的决定，也会求好心切，讲很多比较急切的话。但是我事实上也常常为上帝给我这样的丈夫而感谢神。那在最后呢，还是要请黄卫黄院长来跟我们所有的观众说几句话了。我觉得一生里边呢，我觉得自己对我最帮助最大的，我觉得还是就信仰本身给我蛮正确的这个人生观的哈。那在整个一生的过程里面，也经历到很多朋友、很多机构、团体等等哈，长官等等给我们的扶持跟帮助，特别是在九二一这个阶段里边的哈。所以事实上，我也想套这个机会哈，能够跟所有过去关心过我们、帮助过我们的人来谢谢大家对我们的关心。因为就是说，要做任何的事情，真的不是一个人能够做，很多时候是就是很多人一起来关心事情能做得好。那我自己就是我自己就尽了一点点的力量，但是整个社会跟整个大家的力量加在一起，才能够在这个社会里边能够发挥一点功能。其实我觉得听了黄院长的故事，让我觉得人生奋斗的目标真的不是在于你的出生、你的背景，而是在于你设立了什么样的人生目标、愿景，还有就是你对社会存着什么样的心怀意念。你是想要利己呢，还是利人呢？你是想要拿取呢，还是给予呢？会决定你这个人一生有多大的高度跟你的格局。黄院长在年少的时候，他就认识了上帝，也就紧紧的抓住了上帝在箴言里面所说的要谨守上帝的真智慧和谋略，让他这一生都不要离开你的眼目，也就使得他在他的这个工作岗位上一直都在做着容神益人的工作。圣经上还有一句话，我觉得很适合来形容黄院长的生命哦，就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一切都要加给你了。如果你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他就会为你来负责你的工作、你的难处、你的家人、你的家庭，其实他会托住你，为您负上完全的责任。谢谢院长为我们做这么多，谢谢。各位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从世俗的眼光来看的话，他过去当这个普利基督教医院的院长真的是好累，尤其灾难之后负债累累，更多的一些伤患都到他那去。可是我们也看见了，上帝就是提前把他安排在那里，让我们的黄医师在那个第一线里来为他们做工。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奉主的名在世界各地的人，在一些困难的地区，在一些危险的地区，在辛苦的工作的时候，但是我们却看到这些人心中有平安。我们知道他是为主做工。亲爱的朋友，也许你的家人朋友也有的是这样子，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好吧。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我们借着黄卫医师他自己的见证，也让我们想到了在电视机前面有些观众朋友，他的家人、他的亲人、他的朋友，也许就是在从事在第一线帮助人家的工作，不管是哪一方面的工作，主啊，你都保守他们，因为你差派他们出去，让他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主，我们真的知道他们何等的荣幸，他能够为主做工，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时候，主，你赐福他，也安慰他的家人。我恭敬地为这些人祷告，为这些观众朋友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常常觉得这种事情，哎呀，我不做，哎呀，那种事情太危险，这个事情，这个工作酬劳太低，我们想了很多。但是当我们看见了这些基督徒奉主的名被差派出去，不管到哪里，他不会考虑这些问题，他想到是我能为主做什么，我能为主做什么。也许你也想过我能为主做什么，只是想，你要不要实际的行动？今天世界各地灾难连连，但是如果我们身在其中而能够为人家做事的话，我觉得这是上帝所喜悦的。愿上帝赐福你。